Channel， 我是乐宅。今天是新加坡鬼灭四一番赏的开放时间，应该是要开放时间就可以开抽了，所以我现在马上就去到我上次在我 Instagram post 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店就在这里啊，店名是这个 Arctic Cut Shop， 他写 Cut Shop 啦，可是他是可以抽一番赏的，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手气好了，抽到我们想要抽的东西，所以 let's go， 全新的嘞，一抽了还没有抽到，这一次啊，它的那个牌子啊，全部都有印，跟上次前几次都一样了，都是有印这些，他们的图案，然后这次有鬼的图案，就除了主角还有那些柱之外，义勇超可爱的，可以，你看。很好看哦，有买有希望啊，有买有希望，跟买马票一样的概念。没买有希望。对对对，所以啊，大家有空啊，其实他们这边也是有在可以在玩很多卡牌游戏啊。你看这边这些，就不只是一番赏而已啦，一番赏就是其中一样东西罢了。然后他们很多外面卖到乱的一番赏他们全部都有，可以了，所以我们准备来试手气。先第一张，轻轻啊，无念无想啊，其实什么都好了。第一张是什么？第一张是吊饰。哦，吊饰啊。哦，这个那个泪，这叫泪啊，被义勇一刀砍死的那个。第二抽，无念无想。H 闪是什么？哦 ，OK， 我记得好像是什么 ，OK， 好像是那个金属画板啊，对，金属画板，对。哦，姐，小闪，不要叹气，运气一下子就来了。善意，善意。空空哎，嗯 ，I， 哦 I， 脑筋，脑筋，哎。建筑，空空，没有啦，没带的，这个经典啊，吃那个饭盒。不懂，没有看。空空的哦。空空。空空是爱的，没有毛巾。毛巾很多种。来，全部是这个。酷，有狼哦。狼啊，有啊咯，中啊，贪吃狼咯。哦，不是。哇！喂，大哥，你最想要嘞？开心开心。才几抽？三抽。这是猪头。哦，猪头有哦，猪头，来来，选了一张猪头。来来来，这个。OK， 会不会再中嘞？再中我们收工了啊。啊，同爱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样子啊，放自然哦。哦。别想啊。阿龙没有了啊，这样子就没有了。有嘞，有嘞。有谁？这个不是。不是啦。那边有接了，接了，接来了。哎呦，我抽了，我给我中一只啊。给你中 A。我要蝴蝶了，我要蝴蝶了。蝴蝶了。呀，大哥刚才没有给我希望呢，蝴蝶人，蝴蝶人啊，我蝴蝶人。哎，有嘞有嘞，没有啦，这个没有。你看，所以，哎呀，哎呀，黑起来了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又抽了没有？努力。这个，是时候了，是时候了。又是靠奶。先走 ，OK， 龙哥。哎哎呀！OK， 好，这个，这什么无惨呢？不知道，这无惨女版她变女生了，一样，又有了，哎呀，值了，都值了。追剑，哦，追是那个什么？那个塑胶，最强的柱，这是最强的柱了，岩柱，那个带佛珠的是吗？嗯。哦，一样吗？一样。哇，太值了！我不要！你看抽到 A 的表情，抽到 A 的表情如何？我最不想要了。OK 啊。
开心耶，有狼耶。我比较喜欢他嘞。太好。嗯，给了。猪了哈。猪了，猪。再给一个好运啊。哎呀。接。接啊。接。猪好，我要。哎呀。哎呦。蛇柱。可以先让蛇柱。接呀，接啦！哎呀，我不会抽，你会抽，最后一抽，我最爱的三一，可以可以，有啦，可以呀，好的啦，可以，我抽一个 A 八，可以啊可以啊，很 random 的，最后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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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啊，真的。哇，明日香，明刀，你拿这个运来抽这个不是好？你要知道，可以，这个算一了。全抽，黄金啊！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好了好了，嗯。自己选了，用了用了，选这边了，选这个这个，没有，也没 offer， 要洗澡，早点洗澡。啊，哦，我没有抽到大哥，大哥九 HD， 啊，好了好了，就这样，谢谢老板，没问题 ，OK， 今天的战绩 OK 吗？不 OK， 这套的配率90抽12个的话，就代表气抽一只吗？差不多气抽一只，能走抽出一点点。小叔小叔，我两只。好，你是补另外一边的明日香一只。好了，我们换奖品。OK 了，所以今天抽了那么多，我们先来介绍奖品一下。OK， I 3是毛巾啊，我就不打开了。这个是九柱的毛巾，炭自然，然后三亿，很臭的毛巾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啊，我朋友这个租的，他收集一套啊，赚到，有啦，这个我有，我有，那我有这个，有四个，我就没有那个猪位了。然后这次的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，我就开一个看一下抽了什么，我有开到这样。封住 ，OK 啦，那个，然后这次是这个金属画板，然后我们开一个看一下可以抽什么。大哥啊，大哥，炭自然，什么都要大哥，我不要炭自然，不是我不喜欢炭自然，这炭自然真的做到，你们有空去找别人的开箱啊，我是有点不想开啊。可是这个的金属画板很多是那个义勇，很多义勇啊，义勇也不错哦，不要给我炭自然也好啦 ，OK 啦，啊，义勇跟炭自然啊。是真的很好看，这一次跟之前的比起来，来上面看，好了，深的哦，反面，另外一面是这个是好像是动漫里面的场景哦，他们那种经典的场景，他就坐在后面，就这样，然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开哦，然后就啊，开心，我车三，还有朋友车三一路讲不要拿到了 A， 从他还没有出之前我就讲不要 A， 不要 A。我们是优质频道，会骂粗话。来，还有我朋友的大哥借来表演一下。好了，不要开了，掉镜。我镜没有。然后还有一个奇奇怪怪的朋友，左边抽一支笔，明日香。OK， 这个我们不讲，算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奖品哦。B 三就是这次这个豆子啦，很多人要的。他们讲他的美腿啊，很好看。我个人觉得是，虽然只是五 cm， 可是我记得有看哦，八 cm 乘以八点这样子。可是他的涂装什么都做到不错啊，可惜我没有机会开箱。然后我们没有抽到哦 ，C 三是这个，我七三一，这个应该是他在准备用那个黎明一三时候那个姿势吧，我没有记错的话。然后啊，这次最多人想要的就是这个猪 ，C 三，可以换头哎，第一次哎，好像不是换头，好像是只是把面具拆一下，我忘记了。换头。换头啊 ，OK 啦。没有抽到啦，没有到好开箱给你们看。然后 E 三介绍了，然后 F 三就是我们的义勇，这次的义勇争论也是很多啦，有人讲涂装不好看啦，我是
没有去看他的开箱，不过 A 赏我是真的有看，是真的觉得不值得。OK， 要拼不要拼 A 啊，不要像我这样。然后，辣伞不见了。好，来，谢谢店家，我拿出来辣伞喽。这次的辣伞跟 A 伞我是还没有去研究，应该是记得是涂装不一样。他们讲这个就辣是真的比较好看，好看很多很多。所以啊，我没有机会包辣伞，除非有人帮我抽到升级章喽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次的鬼灭一番赏就这样子伤心的结束了，没有抽到我的大哥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哎，你已经开了，因为那个声音啊，手痒哦，叫我补，然后自己补一只吸。OK 啊，OK 啊。